雪兰德双星毛诺中午发生了一起骇人的双重意外，一栋扩建中的双层楼房因为楼梯的架构坍塌,塌，压中了一名孕妇，三名工友施救不果，连带赔上自己的性命。事故发生在冈榜马当巴加。雪州消整局发言人指出，四名受害者被坍塌的建筑材料压着。 过程中还曾见触电，因为消防员到场救援时，四人都陷入了昏迷不醒的状态，并在较后证实四人已经死亡，包括女死者肚子里的胎儿。致四名死者，两人为本地公民，另两人是印尼籍人士，年龄介于二十九至三十四岁。